所有的名单都给我。 有的是病区要需要出院的病人，有的是疑似的病人要排查的，还有区里头是各个其他下级单位送检的样本，都要进行协调。 你是血糖问题还是什么？跟你抽血。不用了，没事。就隔壁就有管子。其实，然后这段时间没回去，一直没回去，然后血糖药没有了，所以可能这两天有些问题。好吧，你先把样本都采了，后面手续我们再协调的。不是人，不是人，领导的。 小严，他那个病房的那个样本扫进去，我看一下。我相信他应该没什么事儿，他一直持续递上。他在家里。嗯，在家里，嗯，因为家里还有两个小孩，但是他现在是有腹泻啊一些情况，我相信他很好，我相信他会好，他很支持，我们都说好了，没什么畏惧的。 该防护的防护，该做一些安排的都安排了。我这么多同事在坚守岗位，都会没事的。